刚刚说的该准备的也没准备，没有那么浪漫，然后他可能也不会同意，那我说的白说了，这不浪费表情了吗？这不，那我比如说我今天晚上说了被他拒绝了，以后还可以说吗？不说了是吧？来，觉得让我去说的就咱们就扣个一好不好？让我去说的扣个一，我看，大家有多少人愿意让我去说？来，公屏上所有人扣个一。一个大男人，你们不懂，你们不懂。不同意算了，不同意算了，那我就这么走了。他不同意，我就这么走了的意思吗？还是怎么意思？对，所有人公屏上扣个一，好不好？扣个一。那我就不说了，就这么。他不同意的话，我就这么走了，不要说是吧？我也怕失败，知道吧？我扣了。那我阿紫。嗯。你坐吧。嗯。今天洗头了吗？对呀、啊，哟，白天干活嘛，白天干活，晚上就洗头啊、嗯。你洗的这个挺香的，洗的。那个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，你们觉得让我说还是不说？阿紫。嗯。来，叔叔阿姨、哥姐们，还没有给阿紫点点赞的，就给阿紫点点赞啊！然后还没有给阿紫加入粉丝团的，我们就点击这个勾勾，给阿紫加入一部粉丝团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你们了。对了，伟哥，你渴了没有？没有。我给你倒一，我给你泡一杯，闭母吧。闭母。啊。闭母是。我跟你说话说多了就喉咙不舒服嘛。闭母是什么东西啊？喝的呀。喝的吗？对呀，它那个是治可以治很多东西的。我给你泡一杯呗。可以啊。好，再等我一下啊。好。闭膜是什么东西啊？说出来一个个姐姐们，泡泡慢慢的，你们要给我一点时间嘛，不要着急嘛。说出来一个个姐姐们，来，首先点赞点起来好不好？公屏上点赞点起来，点起来，不要着急好不好？不要逼我，给我一点时间好不好？人家要找借口搞这些搞那些的，我不可能去抢着说嘛，对吧？首先让他安静的照下来，我才去说嘛。快说，你们就这样逼我，快说快说的。有些话是不能着急的，知道吧？西极吃不了热豆腐，知道不？要成熟稳住的，滴上去，对不对？那么着急的说干嘛？叫什么？贝膜是吧？贝膜是什么东西啊？感谢点赞，感谢点赞，感谢叔叔阿姨们的点赞。对，点赞点起来，点起来，点起来。一个大男人大胆一点嘛，好嘛，我就听你们的嘛。今天晚上我全场听你们安排，好吧？今天晚上我全场替你们安排，你们说让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。那你们说我该跟他说什么？来，你们公屏上给我说，我就直接说，好吧？我该怎么说？我该说什么？闭膜是什么东西啊？闭膜是，你看叔叔阿姨们都叫闭膜，闭膜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闭膜就是喝的呀，不是喝的呀。闭膜，什么叫闭膜？闭膜是我们彝族的闭膜吧？哦，是贝膜好不好？贝膜哦。对。贝膜。宝贝的贝是吧？啥也不懂，真的是。来吧。他这个是对呀，很好喝的，然后。
就是比如你快感冒了呀，身体不好呀，都是很好喝的。嗯、哦，好香哦，贝母，贝母，这挺香的。它不叫贝母，贝母，它叫贝母，贝母，这是我们这边的吗？贝母是吧？嗯，喜欢它，老好喝了，对呀、啊。阿紫，就是嗓子痛的也可以喝。我想跟你说一句我心里话。什么心里话？对的，贝母对，好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呀。对呀，叔叔阿姨你们有没有喝过我们这个贝母呀？这就是它，就是可以治很多很多东西的。这个是我们这边的。它是。怎么样都可以吃的。对对，贝母对，你看好多叔叔阿姨他们都知道。我奶奶都吃这个呢。对呀，它这个是可以一个一个可以一个。我们家奶奶都吃这个是吧？嗯。这泡着水喝是吧？嗯，泡着喝干嘛都可以。挺香的。可以不用泡着水喝，可以直接吃。它是治喉。但是这种的话可以有点苦，感觉，然后我就吃不了。就是有点苦嘛，它才治东西嘛。嗯，你看，对啊，伟哥，你要说什么？这应该是这种是应该是叔叔阿姨才吃这个的吧？对呀、啊，很多，所以我奶奶这个就是我奶奶。像我这种年纪20多岁的也可以吃吗？可以，主要是还有那些抽烟的那些喉咙不舒服的那些吃这些就是很好的。啊、哦，平时抽烟谢谢就是喉咙上有痰的那些人可以吃。对啊、平时抽烟然后感冒这些都可以吃这个是吧？嗯、对呀、啊。就会喉咙就会舒服一点是吧？对呀、啊。平时唱歌爱唱歌那些也可以吃是吧？啊、哦。对了，他这个是他这而且他这个我们去那里卖的很贵。我不知道。那叔叔阿姨好多都知道，叔叔阿姨你们喝过吗？你们喝过这个贝母吗？你们有没有喝过？它这个是很好喝的哟。嗯，对呀，它对对，你们都知道它治喉咙对不对？对呀，它是治喉咙的，喉咙不舒服呀，喉咙炎呀，什么它是解毒清热解毒，比如快感冒了喝，感冒的时候喝呀，对，都是很好的，对，好多人都知道，对对是的。我奶奶都吃那个呢。好多叔叔阿姨都知道，你看。嗯，我就说我没有吃过这个，没有喝过这个。上车是什么意思啊？那他们需要吗？你看叔叔阿姨们都叫上车哪子？上车吗？嗯。他们也想要、这个。你们想要吗，叔阿姨哥姐们？想要的话，你上车给他们介绍一下，然后看他们需要的就分享给叔叔阿姨们，这也是你们这边的特产。可以啊，反正阿伟哥他们要就要嘛，不要也没事的。这个你就不懂了吧？这个是我们四川的，这个是有些男生这个的那种喉咙痛、还有那种都可以。这个贝母的话是你们这边的特色，然后感觉好多叔叔阿姨们都吃过喝过呢，他们都懂，比我还懂。嗯，对的。我没有吃过这个。对，我们四川的。对的，对的，就是它，这个就是川，这个就是我们四川的。叔叔阿姨、哥哥、姐姐们，你们有没有吃过这个贝母的？评论一下，有没有吃过贝母的？吃过的，咱们扣个一，好不好？我看看有多少人吃过。所以我怕你是不是经常就直播嘛？然后说话，我怕你喉咙不舒服，所以我给你拿一个那个给你吃。哼。阿姨。嗯，其实我想对你姐姐说什么，你都懂的啊。然后我跟她说的时候，你就不要说话嘛，你就支持我嘛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说过的，我要带你去城里玩，那个啥。那你吃一个。这怎么吃啊？苦苦的，有点苦。哦，就这样咬着就可以吃了。你先吃一个给我看看。它是有点苦。你敢吃，我才敢吃。哦，这么咬了就可以吃了是吧？对的对的。嗯你看好多叔叔阿姨们都吃过。对，他这样子咬着吃就是很苦嘛，所以他就吃这个葫芦这些的，知道吗叔叔阿姨哥姐们。3万1斤啊，这么贵吗？3万1斤没有这么贵吧。
三万多一手，叔叔阿姨没说。奶奶就喜欢吃这个。他就是很贵的。然后我奶奶她就是喉咙不舒服嘛，然后她身体经常不舒服嘛，所以她这个就是专门给她的，专门给她吃喝的。哎，就平时感冒。这个我都知道怎么的，怎么吃的我都知道。有些男的就喜欢那。那你经常看奶奶吃那个，你肯定知道。有些男的喜欢这种抽这种的，也可以吃的那种。对，野生的，对对是的人。你们想要是吧，叔叔阿姨们？这四川的是吧？哦，这我们四川大凉山的。嗯。是四川的，哼，你应该不是四川的吧，阿伟？阿紫，啊，你这个，你看叔叔阿姨们都老是叫上车上车，嗯，你就上车呗。那你看他们有需要的，就你就分享给他们嘛。以后我跟你说啊，就你们这边特产有什么好东西，你也要给叔叔阿姨们分享，知道吧？可以啊，反正阿伟哥我就给他们上车，然后就要的就要，反正这个是好东西，对不对？是他们需要的就大家一起分享嘛，分享给他们嘛。嗯，你看，平时我来你们家，你弄给我吃的那些什么土豆啊，嗯，什么的。来，叔叔阿姨们，我跟你们说，这个病母是一个很好的东西，它就是清热解毒、感冒、治喉咙呀。反正很多就是很多不舒服的地方都可以喝这个，知道吗？所以呢太贵了，没有的没有的，所以呢就是这个吃，反正我上去了嘛，你们就要的就去拍一单，对不对？不要的就也不用拍，不要的就不用拍，知道吗？需要的就去拍一单，不需要的就不用拍，它就这样的。也可以不用水泡的，嗯，可以这种，对对，可以直接吃，也是效果挺好的呀。嗯，所以我奶奶的话，她就是一直吃这个，她就一直吃这个，所以她就活了，她都不用泡水的，她 就直接吃的。我奶奶的话，对呀，啊，这个你都知道了是吧？是的。哦，我都已经高中毕业了，好不好？我啥也知道，难不成我是傻逼吗？哦。大家，你关上去了没有？现在，嗯，关上去了是吧？关上去了。叔阿姨们要的话就拍一单嘛，不要的话就不要拍，知道吗？要的就拍一单，因为它这个是确实是，可以治很多东西，它是清热解毒，很适合那些，这个效果很好的，很适合那些年纪大一点的人，老人哈，或者年轻人也可以，老人也可以，抽烟的呀，比如有那喉咙炎的呀，这些很容易就感冒的呀，这些可以经常喝这个。它是补身体的吧？我们这边年纪，我们这边老年人都吃这个呢，我们对对叫川贝，川贝。对，你这个那怎么卖的呀？这个我去上厕所，肚子疼。这个是怎么卖的？199是吧？199，多少克？100克是吧？199就100克啊，那这100克都可以吃很久了。现在阿紫已经上车了啊，然后如果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的话。如果有需要的咱们就拍啊，因为刚刚很多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也叫上车，因为有些有需要的，对吧？这个是他们这边的特色，也是野生的，也是四川的，四川大凉山这边的。然后也给我泡了一杯，也特别的喝了，特别的喉咙特别的舒服，而且它是补身子的，然后它是也是一种材料嘛，就是补各方面那种。对，小红，哦，这个应该叔叔阿姨们很多都是吃过的，很多都是尝过的。干嘛老是说违规呀？然后，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大家有需要的就去拍一单，好吧？有需要的就拍一单，明天就发货。是的，是的，你们需要的话就去拍一单，不需要的就不要去拍，知道吗？因为这个东西呢，确实是个好东西，知道吗？阿紫不会骗你们的，所以呢，就不需要的就不要去拍，如果需要的就去拍一单就可以了，知道吗？100克啊，100克，对。29850克。我跟你们讲，啊，我们这边都我们克了，对，我们这边的人都喜欢吃这个，这个是化痰止咳的，就是我奶奶都喜欢吃这个呢，嗯，因为我奶奶老是咳嗽，然后我奶奶就吃这个，然后后面慢慢的她就不咳嗽了。嗯，它是化痰止咳，那什么清热解毒啊那些的就。嗯嗯。
而且这个的话还能那种抗病毒及那种什么肿瘤啊什么什么的，它都能抗，就是反正这个吃了这个也免疫力很强啊。嗯，所以呢需要的就去拍一打就可以了，不需要就不要拍。因为刚好这个是我拿来给我奶奶的嘛，然后就是你们刚刚说要，所以我才给你们的，要不然对不对？咱们需要的就去拍一打吧啊。这个真的效果很好，我奶奶都很喜欢吃这个，还有我们这边的人大多都吃这个呢，那些老年人啊，那些就是爱抽这个的都喜欢吃呢。嗯，确实挺好喝的。因为这个的话，所以呢，伟哥，你等一下抓一点回去喝。就是你经常不是说话吗？干嘛呀？不是喉咙不舒服吗？你看你说话的时候都有点那个声音啊、哦，有点那个。对，那这个也可以，也可以。我跟你们讲，这个也可以治那种，也可以治那种什么什么来着？它是挺重的啊、哦。肺热燥。燥咳、哦、对对对、就是、肺热燥咳，嗯，也治肺热燥咳那些，是的，是这样子的。因为我奶奶也吃这个，而且我也老大不小了，我也什么都懂啊，哼，嗯，懂懂懂懂。那你肯定经常看到我们这边人，然后我们这边人是不是都吃这个，你就知道了。那而且你们吃了这个的话很好的，我跟你们讲，真的，我奶奶呀，我爷爷，我以前我爷爷也喜欢吃呀，对吧？嗯，对。来吧，阿紫也说了，跟大家说了这么多，也跟大家介绍了这么多。我跟你们讲，我外婆有一次生病了，然后她吐的那些痰是带血的、嗯、就是带血的，然后吃了这个、嗯、后面就好了。大家有需要的就去拍一打、嗯、这个的话对身体是很好的。然后老年人啊，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啊，20岁以上的都可以吃哦，20岁以上都可以吃。然后感冒了，还有平时你那个啥、嗯、对身体是很补的。下面小黄车里面有199美100克，199美100克啊，这个是很划算的，叔叔阿姨们。所以呢我也不会说也怎么样，因为阿紫也不会骗你们这些那些，对不对？我姐姐都是讲，我只是把你们当成我的家人，我才会刚刚分享给你们这些，要不然这个是我奶奶给我奶奶喝的，知道吗？叔叔阿姨，我姐姐也是便宜卖给你们，因为她是你的家人，她都老是这样子，我都不愿意的，然后她就是这样子那样子。哎，你下次你什么？所以呢，谢谢叔叔阿姨们。所以呢，你们需要的就去拍一下就可以了啊，不需要的就不用拍。因为它这个呢，确实是止咳啊，什么叫喉咙炎啊，那就很容易感冒的呀，清热解毒，比如什么身体不舒服呀，因为它这个是加什么参加什么免疫力的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就是这个是很好喝的，真的，这个是可以去拍的，知道吗？叔叔阿姨哥姐们，你们这个50克跟100克都是一样的啊，因为它这个不会过期的，你们放多久都没事的。对对对，所以不要学的多了啊，你们就一家人都可以喝的。放多久都没事的，嗯。我跟你们讲，因为我奶奶那些人的话已经上了年纪，她有些时候这里痛的，就是这里痛，他们也会吃这些，真的。就50克跟100克都是一样的，你们放在家里面放多久都没有关系的。嗯、然后你们，它本来就是晒干了的嘛，晒干了嘛。我给你带一点，拿回去给叔叔阿姨喝啊，阿伟哥。这个本来就是晒干了的，所以你们放多久都没有关系的，你们就拍一单啊、哦，拍一单，然后放在家里面去，你们平时一家人都可以吃的，知道吗？叔叔阿姨哥哥姐姐，我拍了3单，我拍了2单哦。好的好的，你们反正这个你们拍多少单都没事，因为它这个呢确实喝了也有用，然后它也不会过期，所以呢你们拍多少单都没事的。这个的话，你上了50单是吧？嗯，对，是的，止咳啊，什么喉咙炎啊那些，对，什么都知道。对，大家吃过的应该都知道，很多叔叔阿姨都吃过，你们可以拍一单去尝一下啊，100多块钱也不贵，拍一单去尝一下，然后你放多久都没有关系，一家人都可以吃的。对，30-40岁40-50岁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这是对身体是特别好的。是的是的，100克有几斤是吧？这个东西没有吃过，你们没有吃过的就必须得去拍。我跟你们说，叔叔阿姨哥姐们，你们没有吃过的就必须的去拍，因为你们拍了，你们就知道这个东西是真的有多管用了，真的它是有什么效果，这些你们真的
你们会知道的，你们可以去拍，你们放星星，你们就发100个星去拍，真的是刷一个姐妹，我不会骗你们的，知道吗？这个东西是很多人都知道，很多人都喝过的，很出名的，这个闭母是，因为我们这边很多人都有这个闭母的。20岁以上就是30岁、40岁、50岁、60岁、70岁啊，都可以吃的。而且这个它又不会过期，你放在家里面一家人都可以吃啊。对，你放一点点泡在水里面喝就可以了。是的是的，这还可以放入鸡汤的，你以为真的是是对，这很厉害的。放入鸡汤，对，放鸡汤里面，比如炖汤的时候放到那里面，放这么一点在里面，炖汤的时候跟汤一起喝嘛。它可以拿去炖汤，可以泡着喝，可以煮汤喝，什么都可以喝，只要加在水里面喝就可以了，泡它就是煮汤喝呀，泡水喝呀，这些都是可以的，泡开水喝呀，这样子。